叫我？穿越？对呀，我这次可是专门回来找你的。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要是想吃席就随便找地儿坐哈，我不收你份子钱。你生日是10月24号，左家有客制，喝咖啡必须加冰，最主要的是你姨妈期必须喝红糖水。你真的是我女儿？当然。那我和你爸结婚后是不是特别幸福呀？他是不是特别宠我？其实你们结婚后能不能有点时间观念啊？我都等你多久了？哦，张平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她是我是他女儿。女儿？好啊，你女儿都有了，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？有帮凶了是吧？这婚你还结不结了？我不结了。我们都在一起5年了，他竟然还是不相信我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找男朋友这件事交给我。出来玩一圈，心情果然好很多。我这个女儿称职吧。哎，你看那个帅哥怎么样？哎，小仙儿。你怎么知道王伟喜欢我的？我可是穿越过来的，他都暗恋你8年了。那你爸爸是他吗？让我猜猜，你叫小小，是不是叫王小小？不告诉你，你快收拾行李吧，你的王伟可是约你去青岛玩呢。哇，这行李箱颜值也太高了吧。那是，这可是我们年轻最喜欢的美女直角箱，新秀丽旗下品牌，箱子90度转角设计，箱底更简约年轻，四周都是金属材质，更防刮耐磨，而且啊，里面是双私密隔板设计，隐秘性更佳，带着它出门活动率都特别高。不错，你这审美像我。啊，你快和我透露一下，我和你爸爸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保密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谢了女儿。你终于能幸福了，妈妈。可惜我以后再也不能当你的女儿了。一个月就这么点工资，还不够我喝顿酒的。你怎么就这么笨？我怎么就娶了你？再见了，妈妈。